在好山，就现在我在头份的六合国小。那今天是那个我们家屁孩的学校圆游会。刚刚呢，我跑到四楼去找他，发现教室都没有，所以现在应该他们在操场，出去操场看一下他们之间摆的老校圆游会是什么样子吧。昨天我帮他做了一个饼干，刚刚教我说我要不要买自己做饼干，我神经，我到现在买自己做饼干。六合国小是一所注重阅读、音乐以及饮食，让孩子们在快乐环境下学习的一所学校。看到小朋友们为了可以制作班服，非常努力的在这次的校庆圆游会贩售商品，为了支持他们，着实和山歌大商同胞啊。不过很荣幸这次受邀参加校庆，并帮孩子们留下一个节。影片的最后，山歌在这里感谢所有教职人员的辛苦以及认真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祝福六合国小生日快乐吧！